咧就嗱，有啲產品可以介俾大家，兩房嘅唔同海景嘅單位最平43萬幾一套買到，咁啊一房咧26萬幾買到，咁啊首月供咧最低嘅係700蚊月供，700蚊嘅月供一個月。出面的露台特登做咁大咧，係為咗送多啲面積啦。因為咁樣設計嘅話，成個空間係計一半嘅啫。咁啊，上下咧兩個露台，呢、這個露台咧就差唔多4米幾嘅寬度，長度開間咁啊，寬度都差唔多算到係正方形咁樣噶啦。咁呢個露台咧，都有10幾個風啦，兩個加埋咧有30幾個風，相當於呢一度咧就送咗10幾個風咁樣俾大家。正正成個雙魚灣得呢一個地方可以望到雙灣、雙魚灣嚇三海嘅一個無敵世界奇觀。西海岸呢邊朝西南，東海岸咁邊朝東南。其實咧，就大家可以留意嘅呢個地方其實係全贈送嘅，即係嗰個過渡個位置全贈送一啲面積都唔得。所以佢點解成樓要咁高？佢嘅實用面積係比我哋啱先睇嘅嗰種積嘅成樓會高好多嘅，因為多咗個過渡對住山景嘅呢一邊嘅風向。所以呢度在信里传来问候，言辞用语也都似旧，但那情怀偏不似旧，字句中间多点哀愁，模糊泪眼里。大家好，我是喜家东，又嚟到咗双月湾啦。而家个位置咧喺翠屿山海啦。咁而家咧就嗱，有啲产品推介俾我大家，两房嘅唔同海景嘅单位最平43萬幾一套买到。咁一房咧26萬幾买到。咁首月供咧最低嘅系700蚊月供，700蚊嘅月供一个月啊。咁跟住咧就有啲复式。複式咧，成率非常之高，70方嘅建築面積，成面積去到90個方，可以做到3房2次咁大，成率真係好高。咁啊，總價咧低樓層50萬左右買到啦，高樓層50幾、60幾萬咁樣，係啦。咁啊，超高嘅成率應該喺成個海邊嚟講，大家清楚其實住宅或者係海邊嘅呢啲樓咧，其實成率都唔會話好高嘅，一般都係80%左右啫。但係呢一度竟然可以去到超100%，120%嘅實用面積，所以咧其實就係、是、哇勁啊！咁啊，而家行緊咧就係、是、個健身房嘅位置啦。啱先嗰個係無邊際泳池，上邊其實仲有多一個泳池嘅。呢、這個小區係兩個泳池嚇。咁啊，呢一度咧係個商業體嚟嘅，同埋會所嚟嘅。咁啊，商業體咧就其實目前係呢一層有做嘅啫，上邊嗰幾層咧仲未做。我之後咧入住嘅人更多之後咧，就會都會呢、這個進行招商啦，然後咧就俾更多嘅商家可以入嚟呢一度係可以做生意啦。唔使講嘅，其實一有人嘅時候咧，遊客一多就肯定會有好多商家會爭住過嚟開業噶啦。咁啊前邊啲咧嗰度係個商場個餐廳嘅位置啦。咁啊大家可以睇下呢個位置啦。哇！呢、這個地方影相真係夠曬靚仔啊！影翻張相先，呢、這個地方 ，yeah， 好靚哦！啊！呢一邊咧係西面啦，所以咧就可以睇到個晚霞嘅位置。隔離嗰度咧係萬科雙月灣，咁啊其實配套嗰度都齊全嘅。同大家介紹一下個交通啦。咁而家咧就之前賣緊咧就係一座啦，不過一座加加埋埋，我哋等下都會去實體樓影俾大家睇嘅現樓嚟㗎啦。加加埋埋咧其實都係10鋪左右嘅啫。咁啊而家賣緊咧主要嘅貨量咧係5號樓嘅複式東南向，可以望正雙灣三海嘅一個。非常靚仔嘅複式單位，啱先講成率超高嘅嗰個咧，咁啊總價咧50萬起步啦，差唔多咁嘅價錢啊。咁啊呢一個咧就係我哋所在嘅位置，嗱個商業城、商業同埋會所嘅呢一個位置，中間呢啲別墅咧就全部賣曬噶啦啊。咁啊7號樓咧係酒店嚟嘅，咁啊5號樓同埋4號樓咧就都係複式，3號樓亦都係複式啦。咁啊一座嘅平層嘅單位，
除了只有一座之外咧，二座之後仲會有嘅。不過二座景咧就比一座會差好多，係啦。等下我哋又細細樓，大家亦都可以見得到。咁有興趣嘅話，要平層嘅，揸緊時間，最後嘅機會啦。咁我哋而家喺呢個位置咧，嗱我開下導航俾大家睇下，直接去到蓮塘關口嘅距離，121公里，我的位置去到蓮塘關口嚇。咁全程咧就用時1.40小時。按照正常我嚟去嘅情况呢，个半钟一定到。唔塞车嘅情况下，一个半钟一定可以到嘅，到达。因为全程差唔多都係高速嘅位置。咁大家有几种交通方式嘅。如果你喺关口啱先连好似连同咁样过嚟120公里呢，搭个的士过嚟係300蚊左右啦，差唔多。咁大家可以拼车啦，其实马鞍山湾有好多拼车係返关口嘅业主，咁一个人就几十蚊咁样直接去到关口啦。交通就唔係話超級方便嘅嗰種，因為呢度叫做度假區、旅遊區，可能你唔係話每日咁樣行嘅情況。如果每日咁樣行，肯定唔掂㗎啦。唔係每日咁樣行，可能一個禮拜行一次、兩次咁樣，其實我覺得都係可以接受到嘅，因為你係過嚟呢邊度假嘛，所以係有好多嘅時間去慢慢去行咁樣嘅狀態嘅。咁其實氹過嚟工更好啦，更加清靜啲，因為香港嘅人確實係太過多啦，所以咧清靜嘅時間過嚟，而且消費亦都會低好多。譬如話你游玩嘅嗰啲海上游乐项目啦，我哋理解一下一个潜水嘅项目，有一个叫做咩啊？叫做小星小星山潜水嘅嗰个位置，呢度冇标出嚟嗱，潜水嘅位置即系我哋呢度正对出去呢个岛。咁如果旺季嘅时候咧，包埋气樽，包埋出海嘅呢个红线，包埋去嗰度潜水。旧年嘅呢啲钱，旺季嘅时候一个人就要800蚊左右，但淡季嘅时候一个人就100几蚊就搞掂啦，200蚊之内，所以咧就可以平好多。好多游玩嘅淡季嘅时候过嚟更加好 OK 啲。而家算我淡季，但系个天气都系热热地咁嘅状态，所以咧呢个阶段应该就系游水啊或者过嚟游玩应该比较好嘅一个时间段啦。咁大家如果喺西九附近过嚟咧，你就唔使出关噶啦，直接喺西九搭高铁啦，嚟到惠东南站，班次唔系好多，一日几班车嘅啫。嚟到惠东南站之后咧，再搭个的士过嚟。咁呢度开车到惠东南站都要30几分钟咁样嘅车程噶啦，30-40分钟咁样嘅车程。咁如果你喺西九过嚟到呢一度咧，70分钟，即系相当于我喺西九出发嚟到屋苑嘅话，都系要接近2个钟嘅时间，同啱先喺莲塘关口过嚟嘅时间差唔多1.5个钟多啲啲咁样。咁呢个周围咧，其实有几个楼盘嘅。嗱，我哋可能更加熟悉啲嘅系边啲位置呢？呢一边咧，十里洋滩嘅位置，十里洋滩再过咗大桥之后咧，呢边系顺寮湾啦，顺寮湾嘅位置，再过系呢一边咧就系双月湾嘅位置。点解叫双月湾呢？呢一边个海湾，一边个海湾，所以咧系两个海湾叫做双月湾。呢一边个方向望过去咧系香港嘅方向，呢一边咧系太平洋。呢、这、一个方向望过去咧系呢一个叫做远处系呢一个菲律宾嘅嗰个方向吓。咁周边有边啲楼盘咧？嗱，包括咗豪生啦。譚耀豪生同埋都起啦、紅海啦、萬科嘅樓盤啦，包括咗翠裕山海等等呢幾個樓盤，有啲有新盤，有啲又剩翻啲二手盤噶啦。咁有啲遊玩嘅咧，其實就有啲觀景台啦、海龜嘅保護自然保護區啦。以後會有一條航線可以去到直接去到香港嘅中共碼頭，中共碼頭。咁呢一條咧，可能要等多10年8年先有機會會有嚇。咁如果通咗之後咧，就全程過去，其實就喺港口站上边搭呢个船过去咧，其实都系1.5个钟嘅时间就可以到达噶啦啊！啱先话小星山有必要喺呢个位置 ，OK 系咁啊！而家咧其实旺季嘅时候会经常塞车嘅，大家如果旺季嘅时候有过嚟过嘅话，因为目前行出嚟之后咧就得2条线嘅啫，落咗大桥之后咧就要转呢一个谷道啦，行呢一条线咁样过嚟，咁或者咧系落咗大桥行另外一个方向呢条远道咁样过嚟，经常塞车。如果旺季嘅时候。不过而家咧就整紧噶啦，一条新嘅高速线路，过咗大桥之后咧，唔使落高速，直接行呢条广惠惠高速嘅延长线，仲有2年几咁样，两年之内啦，佢就会通车噶啦。而家已经做咗今年年初嘅时候已经动眼工做紧噶啦。大家如果经过跨大桥落桥嘅嗰个位置，就可以睇得到已经喺度挖紧嗰啲泥沙同埋做嗰个隧道咁样过嚟噶啦。咁如果做好咗之后咧，大桥呢一度。开车嚟到呢一个位置就10分钟左右就到啦，10分钟再过嚟咧几分钟。咁我哋而家喺呢个位置开车行呢一条线，过嚟到大桥呢一度咧，又要开差唔多40分钟嘅车程嘅，
40分钟，但如果通咗之后咧，就变成10几分钟啦，所以之后会更加方便啲。但系佢情况就系咁样，我哋而家咧就去到其实因为5号楼、6号楼好多业主之前买咗啦，包括我哋嘅业主，咁啊都可以睇下你哋嘅交付标准究竟系点样啦，系咪？因为而家咧就准备交楼噶，月尾就可以交到楼，所以咧就我哋即系而家咧就上去到实体楼上边去影下佢而家装成点样，咁啊个质素究竟如何，同埋个景色究竟系点样啦，一齐过去望一望。嗱，我哋而家就嚟到咗6号楼嘅28楼嘅位置吓，咁啊已经买咗呢一度嘅业主，嗱你真系可以睇下佢嘅装修嘅质素啊，同埋个环境究竟系点样啊？啱先过到两部 lift 啦，咁一层咧系12伙啦，系啦，过到咧就咁样，而家做紧收尾啦，月尾就可以过嚟收楼。咁啊睇下啦，呢啲地方咧就做咗啲吊顶啦，啲天花嘅位置啦。嘅呢个通道上边其实可以做多一层嘅，大家睇到嘛？嗱，呢个位置其实仲可以有空间嘅，所以就变成咗点解5号楼有啲单位咧，佢系上边系北面亦都系有窗，就系呢个意思啦。咁啊，睇翻呢个单位啦，207，可能系我哋睇紧我哋影片嘅某一个香港业主吓。之前嘅个东积啦，咁啊，大家睇下个交付实际上系点样。咁啊，呢一个咁样嘅锁就冇智能锁嘅，咁啊，咁样嘅门啦，个门咧都系轻轻地，系啦，唔重嘅嗰一种。咁呢一度咧就系有个叫个厨房啦，冇装嗰个油烟机，不过个管道咧就留好咗俾到大家啦。呢边有个小小嘅窗去对住出边啦。OK， 咁啊，双左匙嘅积啦，系啦。咁啊，两个门，嗰度一个门之后咧，呢度又多一个门啦。咁啊，变成叫做系双锁匙咧，因为下啲呢一层咧，可能你自己住，上边嗰一层咧就入门嗰边就有个楼梯，嗰一度一个门咧就可以上到2楼上边去啦。咁啊，睇下入边嘅内容啦，厕所咧就摆咗一个非智能马桶，系啊，非智能坐厕，咁啊洗手池，咁呢一度咧就冇镜柜，佢系装咗一个镜咁嘅啫。诶，有冇灯？睇下灯，望下入边。咁呢一度咧就系个淋浴间嘅空间，嚟入嚟望下，就冇装玻璃套门嘅，咁咪变成要自己装咯，1000几蚊。咁呢一度咧有个抽气扇，到时佢话呢一啲花洒咧会装好俾大家吓，装好俾大家。咁啊出翻嚟咧，地砖嚟嘅，木色嘅地砖，佢唔系地板，地板成本高啲。嗱呢一种咧最简单嘅嗰种装修啦。做咗啲吊顶，少少嘅吊顶，咁啊装咗一个吸顶灯，到时都要换咗佢噶啦。咁呢个空间咧，其实唔算非常之阔落啦。呢度系摆个米八床嘅话咧，就再摆多一个床头嘅柜嘅位置，差唔多噶啦。咁啊正面望出去个景系 very very good 啊。咁啊呢一边咧就有个空间，就可以摆一个衣柜位置，因为个阔度咧系够细空间嘅，够细阔嘅，所以咧呢边可以做衣柜啦，系啦。咁如果有同我哋起家买咗嘅，可能我哋就送翻大家个电视机啊，同埋冷气机装好俾到大家啦。咁你同发展商或者其他 A 组咧就唔一定有啦吓。嗱呢一度咧，点解出边个露台特登做咁大咧？系为咗送多啲面积啦。因为咁样设计嘅话，成个空间系计一半嘅啫。咁啊上下咧两个露台，呢、這个露台咧就差唔多4米几嘅宽度，长度开间，咁啊宽度都差唔多算到系正方形咁样噶啦。咁呢个露台咧。都有10几个风啦，两个加埋咧有30几个风，相当于呢一度咧就送咗10几个风咁样俾到大家啦，所以佢成楼就会高就高喺呢一度送嘅地风比较多，咁再加埋咧佢两部 lift 嘅啫，咁两部 lift 同埋4部 lift 系完全唔同噶啦，你多咗两部 lift 嘅空间，你又多咗啲公摊嘅呢一个位置啦。28楼其实相当于系40几楼嘅咁嘅高度。其实呢一度咧系有啲惊惊地嘅，我自己吓咁啊，唔知道大家感唔感受到？即系呢个镜头攞过嚟，俾大家感受一下呢个高度。因为本身佢系半新建啦，咁啊再嚟到28楼，再加埋咧整个高度咧，佢又高咗好多，所以咧望落嗱，我哋睇咁样感受就可能更直观啲。呢度咧万科商业湾嘅楼，总高系32层，咁而家我哋个高度咧超过咗好多好多咁嘅状态啦，系啦，所以咧成个望落咧就。系好高嘅，有啲惊惊地咁样，真真正正成个双月湾得呢一个地方可以望到双月湾吓三海嘅一个无敌世界奇观。西海岸呢边朝西南，东海岸嗰边朝东南。点解三个海呢？中间呢个都系海嚟嘅，呢个叫做内海，因为佢呢一边有个通道，通到海上边出去嘅，所以其实个水咧都系海水嚟嘅。要再去上啲咧，可能就含淡水交界咁嘅状态啦。
咁啊跌潮嘅時候，內海咧佢就會跟住跌潮，咁啊升漲潮嘅時候佢跟住升，所以咧係其實都係算作一個海嚟嘅。咁呢邊方向咧正東臨嚇，正東臨嚇，嗱個潮係好嘅。咁然後咧就大家唔一定間房唔一定咁樣做啦，其實就咧可以改造一下。咁啊，將呢個門咧就可以攤出嚟。有啲業主要封窗啊嘛，封完窗之後咧，你成個廳就大好多好多好多啦。我其實覺得咧，大家就可以一樓咧就完全做翻自己嘅呢一個廳，咁房咧就全部做喺二樓 OK 嘅。其實不過咧就有啲問題，就係呢個位置咧係唔 book 得嘅，呢度係承重處，所以咧就有個位置到時可能需要設計下將呢個隱藏咗佢。咁呢啲管咧就都係要包起身，如果唔係嘅話，攞落喺出邊咧就有啲啲核突咁嘅狀態啦嚇。景係 very very good 嘅，咁係望下二樓，裝修就好簡單咯，講真，麻麻地。咁啊，所謂雙鎖匙咧就下低嗰一套一户啦，呢一度咧就最上嚟可以係另外一户嘅一個狀態。咁啊，呢一邊咧亦都有個門咁樣啦，嚇個通道咧都有個窗嘅，可以望到個山嘅景色啦，係啦。咁啊，呢個轉角位咧，利用翻做啲咩嘢咯？啊，個間隔咧同樓下一樣啦，嚇呢個房出邊係個大露台。咁啊，轉入嚟咧，呢個廁所明顯就大好多啦，嚇明顯大好多。呢邊係做玻璃同門啦，咁啊坐廁啦、洗手池啦。咁其實咧就呢邊個方向，我哋可以睇到五號樓咧，點解有啲單位佢係可以做？另外一邊有窗，另外一邊冇窗嘅咧，呢種積咧就五號樓係原嚟嘅嗰種積，咁五號樓又多咗另外一啲積咧，就係佢係攤翻出，即係喺呢個位置可以睇到。嗱，呢個空間，即係啱中間呢個通道啦，呢個通道啱好呢一度咧就係另外一個積嘅嗰二樓嘅朝望山景嘅嗰個窗嘅落地窗嘅嗰個位置，裝好到時都會做好俾我大家，所以明顯可以感受得到其實另外嗰嘅嗰一種積。佢個通透性會更好，因為可以做到南北通透，又可以望山，又可以望海。兼且大家去發覺到二樓即係山嘅嗰個積咧，二樓嗰度個空間會更加大啲，所以一般嚟講應該都會揀翻二樓噶啦。所以大家就睇積圖啦。其實第一嗱，望下呢個積圖就清楚啦。有黃色嘅，同埋有藍色嘅。藍色嘅十七六三呢啲，大家睇到對住個消防 lift、消防梯同埋一個。叫做電梯嘅一個位置，所以咧就呢一邊就通唔到過去，但其他嗰啲單位咧就可以通過去啦，係咯，呢度就可以通過去啦，所以個空間會更加闊啲啊，明顯啦，呢一邊咧多咗呢一個空間，但係呢一種單位咧就少咗呢一個空間啦，係啦，呢邊冇就冇窗啦，哦，咁喺一樓咧亦都有唔同嘅喎，嗱一樓咧，哦一樓就係一樣嘅，咁啊無論係點樣嘅積啦，即係兩個積之間其實係一模一樣，只不過咧。呢、这、一個過渡出嚟呢一邊係封住窗嘅，係牆嚟嘅。咁呢一度個過渡呢一邊咧係窗嚟嘅，即係個欄杆嚟嘅。所以咧一樓嗰一度，你如果打開咗呢個門之後咧，一樓嘅通風效果會更好。如果中間嘅呢一種通風效果就冇咁好，而且會對住個 lift， 所以咧個都會嘈啲啲，係啦，都會嘈啲啲。所以咧就明顯個感覺係有啲唔同嘅。咁有啲業主咧就會買兩套打通咧，就可以揀翻零一零二呢一種啦，嚇兩個喺邊位？因為啱好咧呢一邊出咗嚟之後咧，最邊上嘅一個位置，由呢一度有個消防門，呢一邊亦都有個消防門，行入嚟之後咧，成個過道其實都係自己呢一夥嘅，所以其實好多業主買兩個單位，70個方加埋就140個方，咁啊細要面積去到160個方左右，兩層。但系咧，唔係話所有位置都可以 book 啦。大家睇得到黑色嘅呢啲牆體咧就 book 唔到嘅，係啦，承重處嚟嘅。咁啊，其他地方就可以 book。咁啊，睇大家點樣去設計佢，就可以變成一間好大嘅一個空中別墅、空中複式啦，過癮好多啦，應該叫做係嘛。咁啊，大家就可以甚至乎話呢啲牆板可以 book 咗，足 book 咗佢。咁我哋而家咧就喺個二樓嘅位置。咁有啲咧就將呢個露台嘅位置咧都可以成層 book 咗佢。呢、这個地方咧作為一個中空嘅大客廳，咁就更加過癮啦，係嘛？好正嘅其實。咁啊，而家咧就賣緊嘅就都係呢一個隔離嘅第五座，反正個景係一樣嘅景啦。我哋等下去到示範單位嘅時候，同大家介紹一下個價錢。不過不如而家同大家介紹啦。如果大家揀翻28樓嘅情況下咧，就係、是、差唔多60万咁嘅價錢，呢、这個 full pay 噶按揭嘅話咧，就可以做到係62万几，首期要俾三成嚇，三成嘅首期，咁就
呢一個係28樓嘅呢一個價。咁如果係20樓左右咧，啊反而20樓仲比28樓仲要更加貴啲添。越高可能中間更最貴啦，越高啲反而平啲。28樓比嗱、我哋睇下十，譬如話20樓咧就 full pay 嘅話就65到66萬幾，咁啊按揭嘅話就67到69萬幾咁嘅價錢啦。咁如果係大家揀翻個8樓嘅話咧，就會平好多啦。而家8樓其實10樓以下嘅價錢係一樣，8樓啦、4樓啦、2樓啊都係一個價，所以幾乎而家優先揀嘅都係會先揀翻個8樓，最揀6樓、最揀4樓、最揀2樓，都係差唔多嗰個價錢。一次性嘅話就都係50萬咁樣，咁如果按揭嘅話咧就會多個20000零蚊咁樣嘅狀態做按揭嘅話 ，OK， 咁我哋而家就落去8樓，帶大家望下個8樓個視野同埋個景觀區別究竟大唔大啦。嗱，依家嚟到咗8樓啦，咁啊8樓咧望下個景就 OK 啦，即係一模一樣啦。大家感受一下咯。反正我自己係覺得咧係高啲靚啲嘅。因为超过了前面这个万科这楼之后就个景可以望得更加远一点，东海那边的景色会更加清晰一点，低有低好啦，低呢价钱便宜，8楼就50万这样，如果12楼呢就要去到、差不多60万这样，58万59万几这样的价钱，它是这样的差别，因为10楼现在做活动，不过10楼的全层全部清晰了，大家要选都是8楼或者6楼这样去选择，差不多这样的价钱。如果是这个位置这样望出去，可能就更加接地气多一点，望向即是平视出去的话，坐在沙发上边看到这个高度落来一点，落来一点，差不多这样的高度呢，可以望到个沙滩海浪会更加清晰一点，然后呢就边上的这个正沙滩这些人人啦，亦都可以見得到啦，亦都唔會話好高嘅嗰種畏懼感。咁呢個位置咧，啱好前邊有啲別墅啦，所以咧就舒適度就會更好啲啦。咁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因為你如果係揀翻啲四樓或者係二樓嗰啲單位咧，就會俾個別墅會擋到，所以咧就其實到時真係要買嘅話，你就一定要話要嚟到實體樓上邊嚟感受一下，睇下四樓可唔可以接受到，或者係二樓可唔可以接受到咁樣。咁我諗呢，其實我哋今次嘅拍攝呢亦都係可能係最後嘅一個俾到大家睇到呢啲景嘅一個狀態啦，因為嚟緊呢業主收咗樓之後，你就算想要我哋想要入嚟睇，其實都唔俾睇，因為全部房就會鎖埋，咁然後呢鎖匙交俾業主，咁你想要睇到個景呢，你就唔一定就可以睇得到啦。反而而家就係八樓個景成個 feel 呢就大致情況係咁樣，係啦，價錢會更加平啲。咁第一下二樓嘅嗰個感覺啊，即係呢個算咗8啦，上面係9啦，咁就仲係啦。嗱，而家嚟到個2樓啦，咁啊變成9樓嘅位置嚇，8樓、9樓咁樣爬上嚟，咁啊望下呢個 feel。嗱，高少少咧，反而就覺得哇，真係靚好多咁嘅感覺。嗰個感覺好似不過個人見仁見智，每個人中意嘅嘢唔同啦。所以我係覺得上邊呢一層個景咧，明顯比下低嗰一層個景會更加嘅開揚啲。會更加舒服啲，點都好啦。其實八樓九樓咁嘅樓層同埋咁嘅價錢，目前做下咁嘅活動咧，亦都係算作係性價比非常之高嘅一個狀態啦。咁啊，同大家計一條數啊。如果係揀呢個八樓嘅呢個樓層嘅話，咁啊總價你如果做按揭啊 ，full pay 咧就係50萬啦。咁如果按揭嘅話就係52差唔多啦，52。咁啊，大家就需要俾個大概是20萬首期啦，20萬首期52感覺啲啊，32萬，32萬嘅情況下，月供咧就係30年，就係1300幾，係1300幾啦。呢啲複式咧而家真真正正精準嘅，有酒店做緊託管收託管，咁而家咧講緊係15510一年固定收租，咁啊睇大家噶。你如果想要固定咧穩陣咧，就15000啦，就收入袋啦。咁啊管理費啊各方面嘅支出咧，就由酒店方去出。咁佢亦都可以俾你緊選擇話三七分成嘅，即係業主酒店方攞七啦，咁我酒店方攞三啦，業主我哋呢邊攞七啦。咁可能個收益會更加高啲，因為複式咧其實會更加好租嘅。成個雙園灣嚟講，得呢一度有複式嘅啫，兼且又係得呢一度可以話東南朝向向望到三個海灣咁嘅狀態。所以咧，佢其實真真正正，因為成個目前個區域入邊仲未有複式入市啊嘛，咁呢一座咧亦都仲未入伙嘅，所以佢真係入伙之後咧，呢個
我諗即係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啦，睇下呢啲複式佢到時嘅出租嘅情況係點樣。我諗住，我覺得咧係肯定係比萬科嘅嗰啲二三期、四期嗰啲會更加嘅好租啲嘅，因為其實而家年輕人又好啊，或者好多人嚟講啦，更加中意話去體驗一啲唔一樣嘅新鮮嘅嘢。咁呢一種複式咧，可能對於大家嚟講有住別墅嘅嗰種 feel， 但係又更加平啲，兼且咧個海景又唔似話別墅咁樣平，即係平層可以望到佢嘅嗰種感覺咧。反正是一定是比別墅要更加靚仔，因為樓層更高啊嘛，係咪 ？OK， 大概情況就係咁樣。咁我哋就都會去影翻個示範單位，即係佢真正嘅賣緊嘅嗰個積嘅景色究竟同埋個積個積究竟係點樣嘅。咁啊，包埋嗰啲平層嘅兩房一房啊，都會影下俾我大家睇。得閒見。Hello， 咁我哋而家咧就睇下個複式嘅另外一種積究竟身形點樣。嗱，曬率真係高啊！首先咧，呢度第一層。第一层入户嘅时候咧，嗱，厨房、厕所呢度作为一间房都得，或者系客厅都得，作为房啦，呢边做客厅啦，咁啊变成下都有一房一厅一厕咁样，咁啊去到二楼咧，一二两间房一个厕所，两房一厕，变成咗成个单位可以做到三房两厕嘅一个状态。咁啊睇下个套内究竟有几大吓，嗱，首先开间咧都系四米六噶吓，咁啊上边会长啲，下低会短啲，咁啊同大家计下条数啊。咁啊，呢度3.5+3.45+2.25，呢个系总长度啦。咁啊，成个4.6系啦。第一层咧系42个方咁样啦。咁啊，二层咧3.5+3.45+3.75，成个4.6米。嗱，二楼咧就10米多啲，一楼咧9米多啲咁样。咁啊，49+个啱先系42个方。加埋實用面積91个方，不過91咧係包埋牆體嘅狀態嚇，咁啊變成咗實際嘅去除咗牆體之外咧，入邊嘅實質咧其實點都係有80几个方，但係建築面積70个方嘅啫喎，70个方多數樓盤可能做一房一廳嘅啫喎，最多係做兩房一次啦，呢度可以做到點樣，大家就可以入嚟望下個感覺係點樣。OK， 咁呢一度咧有個裝修標準，其實嗱裝修標準，咁呢一個裝修標準咧其實就同我哋啱先睇嘅六座上边嘅嗰个实际嘅嗰个景色系差唔多啊，个装修嘅嗰个标个配置，嗱呢度可以睇得到啦。咁我啱先喺呢一座啦，咁啊5号楼咧，咪紧咧系佢隔篱嘅，都系一样嘅东南向嘅景色。我入边嘅内笼入嚟之后咧，哇哦，大啊！厕所啊，呢间厕所咧佢就冇淋浴区啦。系啦，做紧系窄咗啲，一个坐厕同埋一个洗手池啦。咁啊，淋浴区可以摆喺二楼。咁啊，真系要做翻个淋浴区，其实都得嘅，因为呢一度咧墙咧可以 book 咗佢，做出嚟啲。咁啊，中间就有多一个位可以做一个淋浴区，其实都 OK。咁啊，呢一度咧就系个厨房嘅位置啦。吓，咁呢一度咧就系到时佢呢一个地方系空噶吓，因为大家就可以按照差唔多咁样嘅格式嚟设计下，做啲柜摆啲嘢咁样。咁啊，正常嚟讲，其实呢一度咧系可以做一间房。咁啊，你如果既然两个房已经够细用嘅话，一楼就做翻咁样咯。譬如话一边真系做做客厅、sofa 咁嘅状态。咁啊，出边呢一度咧，其实你就可以作为餐厅。我觉得，即系你餐厅喺个主露台上边，咁啊望正个大海，食饭嘅时候，一日三餐食饭嘅时候，舒服好多啦，系嘛？正对住个海都南朝向，夜晚嘅时候又下昼嘅时候咧，又唔会晒斜，又唔会晒到呢个太阳，系咪唔会焗热？咁然后咧食住饭，吹住海风，睇住晚霞，其实或者系朝早嘅时候睇住日出，食住饭，其实都好过瘾啦。露台非常之阔落啦，咁啊呢啲嘢系冇啊，到时都系地砖咁样嘅状态嘅啫。譬如话呢一种浴缸啦，咁你都可以按住咁嘅设计喺淘宝上面买，佢包埋安装几千蚊嘅啫嘛，系啦。咁啊，奶靓啲嘅就10000几蚊咁样啦。呢度啊做咗个柜啦，可以摆洗衣机啦、洗衣柜啦、水喉电掣留好俾大家噶啦。呢边到时系有个玻璃咁样嘅门吓，交付嘅时候咁样个门嘅。咁出边咧交付嘅时候咧就系个栏杆嘅啫啊。咁啊而家咧就楼梯系做好嘅，全屋咧就白色嘅乳胶漆啦。咁呢单位咧我哋依家都系送翻大家啲冷气机同埋电视机都有齐噶啦吓。按照。两间房两个即系两个冷气啦，同埋一部电视机啦，俾到大家啊，咁啊包埋安装呢个第一间房。咁其实咧，就大家去了解呢个地方，其实系全赠送嘅，即系嗰个过渡个位置，全赠送一啲面积都唔计。
所以佢點解成樓要咁高？佢嘅實用面積係比我哋啱先睇嘅嗰種積嘅成樓會高好多嘅，因為多咗個過渡對住山景嘅呢一邊嘅方向，所以呢度有好幾有六七有六個方左右，五個幾差唔多五個幾方額外多出嚟嘅全贈送，唔計面積，咁係有一個全面嘅陸地窗正對住個山景北向。咁呢啲地方仲有好多空間㗎，呢啲係衣櫃位置嚟嘅，呢度仲係好深嘅，所以其實成間房可以做到非常之大啦。咁啊，廁所位置，廁所就冇窗嗱，冇窗，咁啊有淋浴間啦，坐廁洗手池咁樣咯。OK， 主人房啊夠靚啦，正對住個海景嘅，係啦，實際上嘅嗰個單位亦都係實景，亦都係正對住個海景，超級無敵靚啦。陸地嘅全面嘅陸地飄窗，咁啊好大嘅空間。呢空間其實大家最早最設計下，譬如話你可以再做多個工作室啦、衣帽間啦、梳妝台啦，或者甚至係一個小機房啦之類嘅都 OK， 因為個空間確實非常之大啦。呢一種一間房甚至抵過好多盤嘅兩間房嘅咁嘅空間啦。咁啊，然後咧個海景真係過癮。是吧，真是无敌。嗱，呢栋单位真是你揀返个八楼嘅总价先50万，差唔多咁嘅价钱。按揭52万。咁俾呢啲首期，是啦，俾呢啲首期，咁如公公咁大税呢，其实真係好 ok 呢，大家感受下。即係成个空间感呢係非常之 ok 啦。即係呢一个设计呢，其实真係比原嚟嘅嗰个设计会好好多。我諗多数人都会优先会选择呢一种单位嘅。ok， 咁我哋而家就去带大家睇下啲现楼嘅一座嘅平层两房同埋一房嘅单位，等见。嗱，啱先咧就喺个五座嗰边过嚟到呢一座嘅呢个位置啦。咁呢度有个小小嘅平台啦，可以望到海，可以望到板坡。咁啊，楼下咧，嗱呢一度咧就系一座啦，全部系现楼，入晒火噶啦。咁啊，楼下已经目前有开咗两间嘅呢一个酒店托管公司，系啦，呢度一间，正门口嗰度一间，仲有一间美宜家吓便利店啦。咁啊，带大家睇下呢一个嗱，全部望向呢一边别墅区同埋海呢一边方向咧，就系个两房嘅单位，77个方嘅。咁然后咧后边仲有几个单位咧系53个方嘅，望向嗰个东北向嘅，呢一边系西南向咁样。呢一个咧就系个酒店嘅叫个入户嘅 lobby 啦，系啦。咁啊都算做几高下咁嘅状态吓，咁啊唔算豪啦，简单啦，系啦，简单咁嘅状态，四部 lift。这个入户大堂 ,OK, 去楼上见啦，准备了几个两房和一房的单位给到大家看一看。Hello, 我们来到了27楼啦，一出 lift, 哇，这个景几靓仔，山景海景是吧，几好 ,27 楼。那么一层个 lift 呢就有四部啊，我们这一度目前看下一座这一度的现楼，是啦，买了之后呢即时可以收到楼的这个单位 ,03 号单位。嗰边咧最边上系01啦，01、02咧全部清晒，即系越靠左边，其实越靠左边个景就越靓啲，靠住个海更加近啲，系啦。咁呢一个咧又最算作系又最边上又系最高层，所以咧系非常之 OK 嘅一个单位。咁啊门口呢个位置咧就全赠送噶啦，叫做然后有个窗有个门，咁啊锁咧就系正常嘅机械锁，就唔系智能锁。呢一个位置咧可以做翻个柜。你可以摆杂物，可以做鞋柜或者做杂物柜之类都得嘅，因为个厨房做咗喺呢一边 ，OK， 有个橱柜咁样啦，水喉啊呢啲全部做好噶啦，咁呢下低呢个地方咧就可以摆紧一个消毒碗柜啦，上边最终都一个油烟机啦，上边有管道已经留好咗俾我大家噶啦吓，两房嘅单位望下个景，呢、这个过道咧就个积咧同嗰个万科书院湾嘅80方嘅两房系一模一样嘅。只不过咧，呢一个更加实用啲，佢嘅房间更阔，但系露台会窄咗啲，过道亦都设计咗细咗啲咁样。咁啊，正对出嚟咧，西南向啦，而家晏昼3点几，有啲西好少淋啦吓，好少淋，大家睇到系啦。咁啊，差唔多叫做接近正西嘅一个状态啦。咁啊，下昼嘅阳光啊，就直接射到入边嚟噶啦。咁啊，佢咧包埋呢个叫做风窗啦。个玻璃门托门啦，俾到大家。咁开咗窗之后咧，其实个通风效果系非常之唔错嘅。个方向咧，其实几好。咦？哦，呢、这个中间系有个
唔可以全部开开齐佢嘅。咁样开啊，俾我展示一下俾大家望一望，睇一睇。咁啊，差唔多咁嘅感觉。呢、這个位置咧，镜头攞前啲，最靠边上呢一度，所以咧个景会比较好啲，因为越靠左边咧就越靠近过海嘅位置。下低咧系别墅区。咁我哋开始嘅时候咧，就喺呢一个第六座嘅嗰个位置，个复式咧就朝东南向望向呢一边个方向啦。咁啊，卖紧咧就系第五座嘅第五座嘅呢一啲单位系边个位置？喺呢个位置系啦，五座喺呢一度。OK， 卖紧系呢一座。咁睇嘅个景咧系呢一座，所以佢一个景系完全系一模一样，都系对住呢一个方向啦。咁如果两房嘅单位咧越靠近嗰一边咧就。佢就離個越海越遠，兼且咧會俾前邊嘅第二座會擋到，所以咧就個 feel 咧就冇呢個咁靚仔咁樣。咁啊，如果我哋正常個 sofa 咧，嗱呢一邊咧其實係擺個如果大家覺得入户嗰個廚房唔夠用嘅話，就可以呢一邊做多個廚房都得嘅。咁或者呢一邊擺洗衣機啦，或者係做翻個洗衣櫃啊呢一啲擺喺呢個地方都 OK 嘅。嗱呢一度咧留咗出口，咁呢一度咧係連嗰個叫做冷氣機嘅外位置出去嘅。咁佢两边都有水喉啦，亦都有电掣嘅，所以大家就可以一边做厨房，一边做嗰、那个衣柜嗰、那个咩洗衣柜嘅嗰个位置吓。咁啊，正常咧呢一边其实有个位置会攞嚟做厅嘅，咁啊变成咗我哋可能个 sofa 可以咁样摆啦，呢一边可以做厨房，呢一边做个餐厅仔。咁你个 sofa 咧就可以摆喺呢个位置，嗱 sofa 就比较短嘅嗰一种啦。咁摆喺呢个地方咧就可以啱好喺呢个角度咧正对出去咧就完全唔会有。发觉有楼嘅呢一种存在，咁其实同一线嘅无敌海景就冇咩区别嘅，咁样嘅呢一个方向望出去嘅情况下吓，咁啊望下个房间啦，房间嗱个房咧空间系非常之足够，留咗个位置可以做嵌入式嘅呢一个衣柜，咁啊摆两米大床都 OK 啊，呢间房可以叫做真真正正嘅一线无敌海景，感受下系嘛 ？OK， 喺我嘅角度咧，其实见唔到左边右边嘅嗰个小矮楼嘅。瞓喺床上呢个位置嘅时候，真系喺呢个地方。只不过镜头咧，佢又推咗广告，所以咧就见落去咧就有啲唔同，系差唔多咁嘅 feel。咁然后咧就厕所啦，厕所咧就有个小小嘅窗，个窗系对住出边嗰个过渡噶吓。咁啊冇装嗰个玻璃门啦，需要自己装过。咁啊有抽气扇啦，两盏灯，同埋呢个玻璃冇柜嘅，同啱先个复式差唔多咁嘅交付标准。系啦，咁啊地面咧亦都系呢个地砖嚟嘅，木色嘅地砖。呢间房咧就比嗰间房会细啲，所以嗰边系主人房，呢一边咧就系客房啦。不过呢边个方向望出去咧就麻麻，所以呢个床头咧就要摆喺呢一边个方向，咁样咧就有都系同样可以望到别墅啊同埋个海嘅呢一啲景色啦。咁厕所嘅位置咧，呢间房咧反而会大啲。首先洗手池咧，大家睇肉眼可见嘅会变得更加大啲。咁呢一个淋浴间亦都非常之阔落，空间系绝对足够噶啦。两房嘅单位。咁呢一个呢就27楼吓 ,27 楼呢就係52万8千。咁啊除个76个方嘅话一个方就係围到6900蚊。咁两房嚟讲嘅话目前有边啲单位呢除咗呢一套27楼之外呢仲有一套11楼嘅。价钱一模一样吓，一模一样嘅价钱，11楼亦都系03号单位，同埋呢一套27楼，咁两套咧，一般过嚟嘅话肯定会优先拣呢一套27啦。27卖咗之后咧，就只能够拣翻一个11楼嘅单位。咁其实成个盘仲有另外一套嘅，即系两房成个一座入边总共系3个单位，除咗呢两套之外咧，另外一套亦都比较唔错嘅。咁系43万就可以买到704号房，即系我哋嘅楼下嘅。右手边即係左手边呢边方向右手边多一个另隔离嘅嗰一个单位704号单位。咁嗰个呢就会平好多啦 ,43 万就可以买得到 ,43 万係啦呢个都系一次性嘅付款嘅价钱啦。咁如果大家需要做按揭嘅话亦都只有704号单位可以做按揭。咁做按揭嘅话总价呢就系差唔多54万。总价就增咗成11万，咁睇你自己点样去諗啦。咁首期呢就俾15万蚊，月供呢就1800蚊就 OK 啦。1800嘅月供呢其实几乎托管俾酒店可以覆盖到差唔多咁嘅状态啦。需要自己交返少少2300蚊咁样就搞掂㗎啦。反正按揭就54，一次性呢就43。咁譬如话704号单位
嗱，佢其實704，大家到時過嚟，我哋呢一集咧就冇準備嗰個鎖匙，咁啊到時過嚟都可以嚟到睇704個實體樓嘅嗰個景色嘅。咁嗰個單位咧就係、是、嗱，計俾大家43萬，除個77個方，一個方先5500幾啫喎，低精裝現樓海景嚇、兩房5000零蚊一個方，係咪非常之平咧？真係好平噶啦！總共就啲3個單位，咁大家有興趣揸緊啲時間，而家就帶大家睇下啲一房嘅單位。OK， 睇下一房53個方嘅單邊靚位嚇，最邊上嘅呢一個位置，咁呢個位置完全都自己用噶啦，呢、這個位置好靚仔，兼且咧由呢個地方入嚟，啊，仲有多一個空間添。咁啊，最出嚟呢一邊咧，你自己頂下，最出嚟呢一邊咧就係個樓梯嘅位置啦。咁然後咧就其實呢個地方都一般都冇人會過嚟㗎啦，所以我哋其實自己喺呢度養種幾棵花其實都得嘅。不過話時話啦，點解想將啲花種喺出面俾人哋睇做咩 ？OK， 53個方呢一套咧，平嘅嚇，慢慢介紹下先。呢邊係廚房嘅位置，呢邊咧就做翻個鞋櫃位置，交付就係咁樣啦。然後所見即所得，咁啊呢一邊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呢一個空間啦。睇你自己點樣設計啦，你可以將個房咧擺喺呢個地方，咁啊中間其實仲有好多空間嘅。你譬如話呢入邊再做個衣櫃之後咧，再做一個呢個面可以即係衣櫃連行，中間有一個留個位擺一個電視機入去都 OK 嘅嚇。咁啊揾我哋買咧就送一部55吋電視機小米嘅，再送一部冷氣機俾我大家啊。入嚟之後，廁所空間都幾足夠㗎啦啊！呢、這個廁所其實想要擺浴缸都有機會嘅，我睇下點樣搞。唔得，浴缸要至少要1.7米差唔多呢個長度啦，1.6米、1.7米咁樣，唔係咁夠位，都係咁樣做啦。OK， 坐廁、洗手池都係同一個鏡嘅啫，唔好貴。咁就係、是、牆面咧，就顏色搭配咗，顏色咧就做咗啲少少嘅灰色咁嘅感覺。咁啊，頂上咧就做翻呢個白色嘅乳膠漆啦。出嚟咧，露台送一本積，闊度咧有差唔多5米，長度5米，闊度咧有差唔多接近3米啊，2米幾咁樣，係啦，送咗一半。咁呢邊咧又朝東北向嚇，嗱東北向差唔多東向咁樣噶啦。咁啊，太陽咧朝早就喺呢一個太平洋嘅呢一個海平面咁樣升起，係啦，咁啊可以。睇到日出嘅呢一個位置，咁啊對面有邊啲樓盤呢？嗱，我哋睇下呢個度咧，紅海金岸，海金岸賣緊27.8萬一套，51個方嘅東南向正面海。咁啊，而家前呢一度咧，譚耀豪生紅海二期，譚耀都起向海177，中間啱先講嘅嗰幾個都係二手盤嚟噶啦，我哋都有影咗好多片，有興趣可以到我哋頻道入邊去睇下。向海177仲有3盤二手亦都有，呢一度咧係紅海一期。最過嚟啲咧就係拱口鎮，拱口鎮最過嚟咧最遠處咧就係萬科嘅4期、1期、2期同埋3期嘅位置。咁啊，中間有個叫做西班牙風情小鎮。咁左手邊呢一度咧叫做平海鎮，係啦，平海鎮都係一個好老古老嘅一個古鎮嚟㗎啦。咁然後咧喺最上邊呢一度咧有個東廉城禪寺，500幾年嘅呢一個歷史。OK。27樓相當於係30幾樓咁樣啦，大家對比一下萬科嘅嗰啲32層嘅樓就可以感覺到30幾層差唔多嘅咁嘅高度，因為山上邊建翻出嚟嘅。咁一房咧，我哋就睇大家睇呢一個景就 OK 噶啦。呢一排過去都係一房，望向呢一邊嘅。兩房咧就係望嗰邊啱先嗰邊嗰個海嘅。咁呢一個單位20。如果大家做按揭嘅话咧，就30萬，首期咧就12萬，月供咧就700蚊就搞掂啦。月供700蚊，首期12萬，管理费4.1%吓。如果full pay嘅话就268,000就搞掂啦。268,000围落嚟53個方咧就系5000蚊一个方，新楼喎，现楼喎，23樓喎，咁靓嘅楼层。咁仲有另外5套一房嘅单位嘅，总共呢一单入边加埋就得5套嘅啫。咁另外5套咧需要full pay嘅，唔可以做按揭。咁就包括咗有18樓啦、19樓啦、21樓啦、22樓啦、24樓啦咁樣。咁啊嗰啲都係298,000嘅總價要full pay嚇。咁啊有啲房號係呢一個係08啊嘛，仲有啲係過去啲嘅，過去啲即係可能10啦、12啦、13啦咁樣。咁啊到時
到現場過嚟嘅時候最緊啦，大概情況就係咁樣。咁啊，成個盤咧就到呢一度咧就介會笑完成啦。咁我哋做翻少少總結啦，講翻複式啦，複式咧就而家賣緊70方嘅五座嘅樓。咁啊，五座嗰度咧就要等到明年嘅年尾交樓，實用率真係超級無敵高，而且東南向。咁而且咧可以做到南北通透、南北對流咁嘅狀態，實用率真係認真夠曬高。70個方可以做3間房、2個廁所，我哋呢度53個方做1間房嘅啫，係嘛？所以係有區別嘅，因為佢送裏面嘅地方確實係多咗好多。咁啊，嗰一度咧就總價就係50萬起啦，應該叫做10樓以下就都係50萬左右， 10 樓以上嘅話咧就係、是60，即係譬如12樓就去到差唔多59萬咁樣嘅狀態啦。咁啊變成咗10樓以上嘅話就係59去到69萬之間，都係70個方嘅。咁啊有啲係南北對流，有啲係單面東南嘅，所以咧有兩個積嘅俾到大家選擇。咁啊首期咧就大家可以正常嘅三成首期咁樣嘅狀態啦啊。咁另外咧就係啲兩房嘅，啱先睇咗就剩翻總共加埋係3個單位。咁一房咧加埋係6個單位，呢一度咧就係現樓嘅狀態，咁啊買過嚟想要租想要住就即時可以搞得掂噶啦 ，OK？ 咁啊大概情況就係咁樣，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揾埋起家一齊過嚟睇樓，包住包送，包埋餐，送埋啲家電俾到大家，下集再見，拜拜。